李小花主打一个意念拍照。我们是莲花楼 S。来来，小朋友，来哥给你拍一个，做完了，来，来喽。方小宝主打一个设备转移。哪个星象就要研究研究。齐亚飞主打一个不好说。此时一个不明所以的美女路过，这是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来，让一让，安静安静安静，来，浪费时间在这些无聊的节目。你别笑。